蝶效应。一，美国科学家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，说明在一系统下，刚开始发生的动作十分微小，经过不断变化、连结及影响，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巨大变化。二，意思是在这个世界里，所有众生都有能力影响其他生命，我们一举一动都与世界息息相关，千万不要小看个人的力量。要记住，一颗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，一根火柴可以烧尽一片森林。我们要互真互爱。一，一行禅师说，万物互相依存的道理，不是某种脱离人类精神和实际生活的哲学游戏。借由关照，世间所有现象互相依存的道理，修行者了知众生是一体无分的，因而他的内心充盈对万物的悲悯。从众生看到自己。一，曾经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能够行各种善业而不以为苦？我回答说，当你能够从贫苦无依的人，作恶的囚犯，在医院呻吟的病人，以及
在市场里待宰的鸡、鸭、鱼，看到你自己，你自然就会涌出想要帮助他们的动力。把握与每一众生结缘的机会。一，从佛性、心绪、缘起、空性四个教门来看，我与众生原本就是一体，同一生命体，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呢？原因是无明和业力把我们分开。如果知道任何人彼此之间不是分开的，我们就能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，并能分担他们的痛苦。同时感受到彼此一体、互相关联的喜悦。因此，我们要珍惜、把握与每一众生结缘的机会。
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